ITV Super 睇紧4K节目啊，你都过嚟睇啊！个画面好靓，仲好细致添啊！梗系啦，所以话识睇一定睇4K。我屋企啊，梗系买 TV Super 啦，咁之后我都睇到4K节目啦。买 TV Super 嘅 4K 节目系需要以解码器连接10 Mbps 或以上嘅宽频网络，以及需要使用 4K 电视机播放，咁先可以达到 4K 画面质素噶。如果唔系 4K 电视，虽然都可以睇到 4K 节目，不过画面质素咧就会降低啦。咁如果我用 4K 屏幕嘅手机睇又得唔得啊？都系唔得嘅，因为而家买 TV Super 嘅应用程式咧系唔支援 4K 画面噶。我哋想睇 4K 节目，上嚟佢屋企睇咪得咯。Yeah! My TV